相信大家都去过迪士尼乐园玩噶啦，更加咧就系睇过卡通人物喺乐园嘅巡游表演。而家小朋友都能够有机会成为当中嘅主角，尽情享受沿途围观人群嘅掌声啦。因为每年 STM 都会举办乐园巡游课程，小朋友学成之后就有机会踏上呢条表演专用嘅巡游路线上面，将自己嘅武技完全发挥。一齐嚟睇下当日嘅情况啊！当日个个小朋友都有专人同佢哋化妆同埋整头，着住醒目嘅表演服，喺呢个阳光普照嘅日子嗰度手舞足蹈，大步大步咁样跳足全场，实在系一个好开心、好难得嘅经验。请欢迎嚟自香港嘅 STM Jazz and Ballet Academy。错过呢个咁难得嘅机会啦，快啲加入我哋 STM 嘅大家庭啦！